关注了吗？点赞了吗？谢谢。防御性速修，看你对手能不能防得住啊。Hello 各位学员们大家好，欢迎上电击乱剑啊。众所周知，地球人的内核呢还是一个修机游戏，监管者要守电机，求生者要修电机，那么救人为牵制位，终究都是为了争取修机时间，所以完美阵容啊，兄弟们，先知机械盲女作曲家，你是监管看得不头疼，只要我们修得够快，什么监管都不好使。这阵容你说你追谁吧？蜡像师，那你更拿我们没办法了，长跑运动员全来觐见。啊，不理我，那算了，开坛。小爱倒地了啊，毕竟是个盲女嘛，溜不动也是很正常的，无所谓。哎，我这地都快好了，你不会以为压一铲就能克制我们了吧？随便过去救一救，然后我的任务就完成了，交给下一个修完电机的小伙子去救人啊。先知过去了，炮鸟救人。好，在那么优美的钢琴声中，我们送走了小王呀，那么电机就只剩一台了。而蜡像师呢已经开始慌了，先知都不敢守了，无伤捞。哎，最后呢当然是机械师祭天啊，轻松平局。这种阵容啊选出来他就是保平真胜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小伙伴说了，盲女溜不动都平啊，那其他角色溜起来岂不是起飞？这把我们阵容改变了一下，我换成囚徒啊，虽然马拉松上面呢没有作曲家那么舒服，但是我有电啊。黄衣来了啊，这个触手拍不到，那你没了。稍微走位再骗一个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别急。哎，人呢？不追是吧？不追啊，我就回去补电机。哇哇，电机被打，而且还不踩电，你这不是给我求某人机会吗？他去追结实了啊，无所谓。场上有五台电机有进度，去掉机械师本体的电机，这波一亮就是四台，从五台到一台只需要20秒。而小黄鸭再补最后台电机啊，直接连电帮忙补，看这个修机速度啊，就问你们怕不怕？黄衣来了，嘿嘿，这台是假的，这个黄衣出水太好躲了。放触手架住就直接拉距离，翻板电机直接点亮，再给你几条腿你也追不上我。那小门打了娃娃，那没传送他肯定是过不来的，所以他到底带的是什么技能呢？这都能让我们私跑啊？这个时候就有小伙伴说了，哎呀，肯定是黄衣太菜了，有本事你再来一次。好，同一个地图同一个梦想，这次阵容更加完美，囚徒作曲家佣兵盲女，能修能牵制，同时还能救人，你就说监管怎么玩吧。先把能量用一下啊，对付老头啊必须要控制他能量。哎，这一个盲女一个囚徒，你凭什么选囚徒啊？啊，这不分分钟给你溜麻了。我干，换刺刀啊！不过问题不大，反手再预判一个闪现。哎，就问老头你怎么玩啊？老头在玩控制台，那我直接上二楼。哎，不对，哎呀，那是队友在玩，看错了啊！不过也行，上一次起了两台，佣兵还有遗产机，这把妥妥的。啊，果然是千场无遇，一遇千场，打不过咋了？哎，还是这个地图，不过这次阵容上呢稍微改变了一些，雕刻家还是个带插眼的，那肯定是想追盲女的嘛，可惜找了一圈还是决定来搞我。来，这个阵容追我大家都可以接。牵制呢其实不难的，只要不是那群玩魔法的，基本上都是一个套路，范本绕地形，一溜就五台。小子，哎呀，可惜啊，这个位置雕像太多了，猜丢丢就能够压好了，不过也无所谓嘛，过来救一波，还是四人开门战。这边要不等佣兵的状态回满之后啊，不然等一下开门不好打了，得找一个机会给他来一板子。哎呦，夹到一下，那不行啊，直接开。哎，监管转顶了。哎呀，佣兵还是一刀死，那我去开小门，顺便帮忙他们开个大门。盲女把佣兵偷了，那这波哎怎么投降了呀？你说你好端端的追什么囚徒呢？溜。还会再见吗，观众朋友？再见的时候你要点赞关注好不好？观众朋友，你要点赞，你要关注好不好？点赞关注
你以后可能刷不到我了，没关系，你也给别人点赞关注，观众朋友，观众朋友，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，朋友。